们在聊天呢、哦。啊？我们在聊什么？吵架吗？聊天嘛。吵架还聊天？你聊天会这样吗？我跟你这种声音聊天？我跟你说。我跟你说。又聊天。奇怪，我昨天晚上明明全部的拉链都拉紧紧的。多比还是有办法出来，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他从哪里出来？他从那边那个底下，因为我昨天就见识过这边，然后我在外面弄东西，然后他就，然后就那个洞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多比啊，解放了。一少，哎呦！哎，你不能猜我们是谁？是谁？卤蛋。你不要踩我们棉被，有点痛。哇 ，QQ 的领巾被咬走了，被卤蛋。是谁？在坐下。在坐好。我被小马揍了一下。哇，这里有条小路。哎，有狗狗。嗨 ，Hello。Hello， 是谁？吵架还聊天？你聊天会这样吗？我跟你这种声音聊天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怎么样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 QQ 哦。好了，你继续睡，不吵你，不吵你，拜谁拜谁。多比，你在干什么？贼头贼脑的。你在干嘛？贼头贼脑的。你是不是想进他帐篷？快点！但是干嘛？你为什么要用狗碗？怎么会这样？好可怜哦！为什么要用狗碗吃饭啊？这样多比怎么吃？多比的多。奇怪，我昨天晚上明明全部的拉链都拉紧紧的，多比还是有办法出来。你知道我后来发现他从哪里出来？他从那边那个底下，那个底下有一个拉链，不知道是他弄开的，还是我们忘记拉，或是里面有一个小缝，只要有一个小缝，他鼻子可以吐过去，他就可以把它越吐越大。因为我昨天就见识过。这边，然后我在外面弄东西，然后他就一个鼻子出来，然后就那个洞就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然后他就出来了，把那个拉链撑开。卤蛋，卤蛋啊，你干嘛？
啊，那。哎、欸，躲避，躲避，你，哦，嗯，哎，嗯，坐下，等等啊，里面在开趴、啊。多比又关你什么事？哎，好，很帅，然后飞出去了，然后飞出去吧。太狠了，飞走了。你是谁的意思啊？对，要找猫。你要拆人家帐篷？暴露起来。明天新帐篷就靠。我现在你们在收证？对，你以为我在拍 YouTube 吗？我在收证哦，多比呀，我们要收帐篷嘞！布布不要在那边吃了，我们要收了啦。你们两只拿了食物都躲进来。哎，要进去的，多比，出来，快点拿出来啦！柔性劝导没有用，我要强制驱离哦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叼到两块？你从哪里偷的？而且很大块，你那个贪心鬼！你要还人家一块，你偷拿谁的？布布的啦。哎、欸，戴森，哇，戴森来抢偷东西，要偷东西啊！戴森，多比啊，你看吧。不赶快吃，被抢走了吧？